要那个拥有它的话，就自己随便。好啊，我们最后开放最后一个问题，好吧？因为我们节目已经接近尾声，有没有网友要问他什么问题啊？有没有？刚刚有很多人说要听你清唱，哎，要不要唱一下？我已经唱过了，算没有啦。刚刚是唱《随缘》啊，我们现在唱一下《金玉良缘》里面的歌曲啊。再见是最好的金玉良言，一句好了，才一句啊！我等一下要去录影，要唱五首歌。哦，他待会要唱五首歌，让我休息一下好了。所以他现在有清唱，所以听不够的人赶快去说思念太丢脸，说明天太冒险，除非我们还有机会破。尽重圆，唱到这边呢，哇，非常的好。然后如果呢还听不够的朋友们呢，记得11月5号礼拜六晚上的7点钟吗？对，在 Legacy， 在 Legacy， 好不好？张志成会在那边跟你见面，好不好？所有的消息可以就到我们的皮克邦或者是我官方的那个部落格，大家可以看到最新的消息。跟如果不懂的话，问我的歌迷，他们都会帮你们做。对，或者是啊，新消息，是的、嗯，好不好？那么最后我们跟网友说声拜拜了，然后要拿好康的东西，别忘了要去娱乐玩，锁定好康送，没错，好送，好，那我们跟网友说声拜拜喽，拜拜，今天节目结束了，拜拜，很多人说星期六见哦，那就星期六见，不见不散哦。